等一下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没想到在公司的最后一天，居然让我遇到了我心动的女生。没想到在新公司第一天下班，居然就遇到了让我心跳加速的男生。他好像往我这看了一下，是对我有意思吗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是喜欢我吗？如果我跟他要联系方式，他应该会答应。他跟我要联系方式，如果我跟他认识，我一定会全力对他好，然后表白，让他做我女朋友。我会带他去吃很多很多好吃的，能带我一起吃饭就很幸福。我们会做完100件心里该做的事。生了孩子叫什么呢？要不还是我先。我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我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不出意外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